我是金阳。俗话说有一个啊，有一句话就是啥，小孩得管，小树得修。魔力魔女我真的管不了他俩了，因为咱这段时间比较忙，疏于管理，不听话，老惹事儿。这两天学会跟他们对叫了，在这儿隔着笼子，一个是冲别的狗在这叫，学会这个海盗了，让他们和多米放出来，让多米教教他啊，怎么做狗。哎，看看多米，我在这玩的时候，我叫他啥的，你都能过来。看他们再叫不过来，你上。他俩彻底对多米服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他俩不敢过去。好几天把他们所有狗都放出来，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头就行了啊。对，没想到两个打一个，把这个谁也没输，谁也没赢，没分出来。魔女敢跟他稍微抢一抢，但是魔力彻底的不敢了，这就分出大小王来了嘛。对，对吧？嗯，那多米在这玩，他俩尾随后边，他不敢抢。嗯，这就行了，咱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在一起不打了。你要是打的话，你就像他们这样欺负一下，压一下，压制一下就行了，不能和他们那个斗犬一样啊，随便咬随便那啥的，你那样咬对他们我感觉是不太好的。来，多米。但是猛一放出来的时候，他俩还是想压制多米，但是你看你俩，人家爆发之后他是彻底不敢，他俩不跟你俩玩，就得杀一杀他俩的锐气。这两个小不点才几个月，这些都没让着他们，不给他玩了。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多米瞅机会呢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听话了啊！给我把球拿过来去。快，他来了！快，把球给我要过来，把球拿过来。多米也聪明，瞅机会呢。吐！你看你拿着它就不一样。我靠！咬一下！
把你推残了。那姐妹俩是一伙的，他们咬多米了。哎呦，多米，完了吧？啊？那后浪推前浪，把前浪给拍在沙滩上。今天多米咋了？今天？你咋没咬过他呢？啊？今天转变呀，今天这个画风。这样玩就行，还咬不到，还能分个老大老二，是不是？你看他还能和睦相处，多好。嗯，行了，下次吧。今天锻炼到这儿了啊，咱们下次再玩，行吗？让你俩下次让你俩单独，人家俩就是刚才就是做一下那个比试，现在就交朋友就开始，啊、是吧？现在你看，老看你们，他的气势已经上来了。嗯。你看他一直想走到多米的那个头前面，你看看。对对，他这会儿真是转变了。对，可以啊，走了。这个魔女的气势更上来了啊！魔女气势上来了，马上就走过来了。要超过多米是吧？要是魔女要成年了，多米你就不行了。真是魔女是真厉害。嗯。他现在魔女啊比魔力要厉害，现在都马上超过多米。今天就到这儿啊，今天就比试到这儿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啊。他俩团结性还挺好，他俩太团结，关键是哪天下一次让多米跟魔女他俩，那他俩他俩单独我估计就起不来了。那没准，那没准，到时候看情况啊。就像这样就行啊，对，这样就行啊，这样就行。下回魔女，你说。